大家好，我是小玉老师。大家好，我是佳佳老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学手语。佳佳老师，你怎么啦？看起来不太舒服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整个人怪怪的。我看你最近工作有点多，是不是太累啦？工作压力太大了。你有发烧吗？哎呦，我没有发烧啦，就是觉得身体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到底哪里不舒服。哦，这真的有一点麻烦耶。不过如果你一直觉得很不舒服，还是要去看医生哦。好，我知道，谢谢你的关心。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班上的丙化有时候也会跟你一样哦，看起来不太舒服，但问他又说不清楚是哪里不舒服呢。啊，真的哦，那怎么办啊？那我们这集就来看看我们如何用手语来引导幼儿说出自己的不舒服吧。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主题耶。让我们一起出发到幼儿园去吧， Go！赶快吃，快要放学了。老师，我吃不下。这是你喜欢吃的乌龙面，面条 QQ 的，很好吃啊，怎么吃不下呢？老师，我肚子痛。想大便吗？没有，是这里痛痛的。哪里？这里。老师帮你按摩一下，还好吗？谢谢老师。你坐着慢慢吃，吃不完再告诉老师。好。老师，我吃一半了，剩下的吃不下了。你肚子还会痛吗？还有一点痛。好。吃不下，不要勉强吃。回到家，如果肚子还会痛，要跟妈妈说哦。今天好热，大家流了很多汗，赶快拿水壶，喝水。老师，我忘记带水壶了。可以拿你的碗装水喝。喝完了。老师，我喝完了，还是好渴。可以再装一次。哦。老师，我肚子好饿。你有没有吃早餐？我吃了两块饼干。饼干是零食，不适合当早餐哦。什么可以当早餐？三明治、包子、蛋饼、萝卜糕、馒头都可以当早餐。早上出门前要吃早餐，运动才会有力气。好。你
怎么不玩了？他尿到地上了。他是不小心的。谢谢你告诉我。我们去换裤子。好。你换好了吗？换好了。脏的裤子有放进脏衣袋吗？有。脏衣袋有放进书包吗？有。想尿尿，怎么没有跟老师说呢？因为我想用积木赶快把房子盖好，来不及就尿下去了。哦，你喜欢玩积木，老师知道，但想尿尿时要快跟老师说我要上厕所。好，我知道了。你记得要怎么说吗？老师，我要上厕所。嗯，很棒。小鱼老师，幼儿园的小小孩还不太能够清楚表达自己肚子饿啊、想喝水啊、想尿尿这些情况，对幼儿园老师来说真的是一大挑战呢。对对对，没错。所以幼儿园老师呢，常常要像福尔摩斯一样，从小朋友的细微的表情去猜测他们现在的生理需求是什么，还要教他们怎么样表达。哎，那如果遇到必须要用手语来沟通的小孩，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用手语来引导他们表达心里面的感受呢？嗯，那当然咯。来，我们现在就来练习刚刚影片中有出现的手语。第一个我们要来练习的是，老师，我要上厕所。哎，不难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练习，我们去换裤子。嗯，蛮容易的。嗯，老师们是不是发现手语的文法跟中文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呢？没有关系，常常使用以后呢，慢慢的就会习惯了。让我们再来看一次影片，把这些手语复习一遍吧。